心知，却又不知如何告诉你。再一次拿起那方向的笔，总不能顺利写下去。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，叫我写了又放弃。心智再次变成字段，慢慢地装在纸篓里。手中一纸团，再一次责怪自己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，叫我写了又放弃。是一个矛盾的难题，谁叫我安安下去。每当我凝望着手中的纸团，再一次责怪自己，这是怎